的。那其实我只是做个口罩而已，所以我大概就是陪着大家一起留在这边，然后努力的生产口罩。所以当我们有一天要把这个口罩的产线从70%一直开到100%，甚至现在因为透过加班的关系，可以让它达到200%。在这些情况之下，他们就会很上手。我的爷爷都会说，我们这个产业是一个社会责任。TVBS 开版同步，每周日56台。